这里有开，哎，怎么会知道这里有开？因为正常来说下午才开吧，中午下午。我明天明后天我不在啊。正常来说，因为我现在早上都有课，所以我可能八点就开了。哦，你八点就开了？八点就开。所以我如果明天我八点来，或者是十点来，明天我不在，明天我不在，刚好明天我不在。OK， 好的。如果下礼拜还在的话，看你有机会到八点可以来。我下星期一就要去新加坡了。对，所以没办法。因为我早上我今天早上都有课，所以早上都看得到。OK。好，谢谢。下面我走了，拜拜拜拜。那下面我们礼拜天的时候，我再电话。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拜拜。
为除非我打了。
好了，收了一个，可以交一下在身体上。
去我半年也是会有那个。对，明天就比赛了，今天是重点。哦。